头很多异常，大家可能不了解。我们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头，有时候我们叫大头、小头、双头、歪头都有。还有双头哦。有，还有时候一不小心产生两个头。夹球我们可以训练我们的骨盆底肌群，在夹的时候，肌肉在收缩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采用吐气的方式。你看哦，吐，好，停一秒、两秒、三秒，再慢慢放松的时候，我们就吸气。所以这个要放松一点点，因为太紧的时候会夹不住，你反而会不好夹。我们的目标是要把它夹破的那种感觉。请锁定《养生我知道》，周周来报道。